在的兼备是圣人，不在有的是贤人。在下是非凡人，众所可惜，不告无名者，动物记录改姓。我死了，你被吹狼便无消息，你尽管这样。你在哪里？救救我！你在哪里？玉帝上情，建议你前往一处三里之外冷风藏骨，该地族人血不休，会当予你满意的答复。我之心情，说明我之心意。无灵的眼神，昏龙烈的杀气，无有冰火上山路。你要能脚下安稳吗？这冰火上不足，也欠雄霸红灵生死。哎，我就你有将我贿赂，是我什么事情？你想吹红背说，是，但吹无。喂喂，我怎样怎样吹牛伊？你就是那比高实际披露在哪里？只要你替我关心，喂，怎样？我都要把人都攻掉掉。那我这种水法，英雄战骨多一个人，名叫徐木桥。只要你能让伊离开迄个所在，可能你就会听到关于红背所的消息。要起来重视调研，再换一个说法。徐木桥是一名危险的地教，伊若无想着好从容，就会帮助着好从容危害武林。为了武林的正义，为了世界和平，你必须将伊关离冷风残骨，避免伊着好从容毁灭。今天讲将伊杀了也可以，我无反对。有什么需要资源吗？有文件，伊人动手就未超过三招，三招一过，伊就任你宰割了。以后这个病人有失格调，但是我可以。如果你有骗我，放心吧。不要，我要看你如何继续留在凌风残骨。哈！不要你出招了，你要骗其杀客，你还以后。景色自有你送，是咱如今我敌下，一出招做不几招，小不休，你今天该当鬼欺负我，两名顶尖高手，同时来到凌风掌握，小不休要如何应招？回答我，因在哪里？是咱之间相识，只有你说。你爱什么？爱你离开这个地方？我不病，依然贵重。用不超过三招，别以为少两声就可以击碎敌人。看你的态势，武林中鼎鼎有名的禽兽一声三招死，就是你无错吧？哈哈哈！以前你出手用不超过三招，那就三招吧。三招败你不敌，我就走。
王平对你用了三招，我有能力对付伊，你又有什么？故敌我，人在努力，若为何解决我心内？三杯的怎样？三杯的什么意思？我在此饮的三杯的时间，你能让我离开这个座位，我就认输离开此地。我知影你得了什么病了？我得了笑意，不能讲对我做这种约定。我甚至讲，我未还手，未还款，就借你这饮的。如果你能杀了我，也是我治病。啊！第一杯。我回答我的问题之前，你不能信。第一杯。请回答我的问题。不管再一拖延，坚持不弃，双目中分，怀无空间。人在努力，所有人拢在乐观多的队中。你怎样我要找谁？如果结果，你再来找我吧。我有，你真是上来多利。一切落鬼真是明知下溜溜。大家事情办得如何？社会欢迎真是太欢迎。哇，这个位凶了，太凶了。为什么为你，你就讲我太欢迎你？真高兴，我都这恭喜。指挥欢迎真是太欢迎了，指挥是真欢迎的时候，欢迎是真欢迎的欢迎。只要你本意了，我有一种如讲如何人买触角，我会让你让。你有将人赶走吗？你家叫人将他夺归这款，叫我的公款。你就行手不足，败手有余，有出手吗？哦，那就算再找一百亿盲环，也是同样的结果。你是特地请我去算的吗？第一，让你对这个人有初步的认识，这真重要。第二，我只想跟伊动手，我亦无暇思考其他的问题。为了公园红背衰虚论，这部球也留在凌风掌握。你英雄事业无追完，我能帮你就失了意义。我做完英雄，成绩比较英雄，也是英雄一种。我对比较一向无兴趣，那生命都去了，我来去。红凌风掌握的路途。你观察贵了，
又怎样？有何从良的怎样前往冷风斩月，一定清楚了。有四条路，想知影伊会行哪一条路？在外围望死总是机会。再说，这四条路是另有安排。你听到打斗的声音，看到阵脚，要帮死伊，一定真清楚。真正当我是细汉的历史。悲剧英雄无好做，千万唔通将悲剧用尽咯。再见，这样算是安排妥当，不要，你就单台归去云门吧。